好呢，那龙王三太子上来就打我一拳。呀哈，你这么大一条龙，你打小孩，我爹都不打我，我也不能让着他呀。不大来了，那个师傅今儿还小着，让鱼怎么越钓越小呢？还说是青鱼呢，咱六下六翻了，没这啥来，咱六下六翻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小李拐着。哎，这一整钓这条鱼是最小的，但挺好看。小点啊，那个十几来锤，可能这一段时间钓的鱼这是最小的了。好了，烤的也是。